嗨，来了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好漂亮哦，对啊，一进来颜色就不一样哦，你要跟大家用 B-box 的方式来打一下招呼吗？可以玩一下吗？哦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啊，大家好，我是香蕉，欢迎来我家。客厅其实我觉得也并不会觉得很小哎、欸，其实我还蛮宽敞的感觉。那是因为这一个墙壁打掉之后，它看得到里面房间，它从里面也看得到整个家。嗯，我觉得整个视野通透，差很多，视觉上的魔术啊。像所以香蕉，你们的全幢是几坪？那室内坪数实际上是几坪？我买的上面是写44.5，好像是接近45那。总共全幢是44.5这样。我一直以为我扣掉公厕跟车位，我有住到20多坪，那其实没有，其实没有。这里面实际活动空间15.5坪吧。15.5坪，加阳台将近20。其实你们家15多坪，对不对？还可以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中岛，我觉得真的是超级棒的。你觉得它很大，对不对？其实还不够大，还可以这么大。哇，太神奇了，各位。所以说其实它还可以再把它延长到这边。那如果说你有朋友要来家里面，比如吃饭啊或什么的，大家都可以坐得下。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可以坐6个人。我觉得至少可以坐到8到10个人都没问题。